上次去试了那个一次性相机以后，感觉效果还不错。你是一卷是27张吗？对，27张。背面是一些说明。这个感觉手感比那个要好一些。所有的都是以缩略图的形式，有一张照片，然后这是拿回来第一天，然后给同学拍的，这是拍的另一张。哇，竖着拍还是容易挡住。这是学校的超市 Lido， 我这里拍到一只海鸥，然后这里是学校的一个教室，这里一个半圆形，然后这里是一堆树枝，但照出来不是我想要的感觉。哦，这是最近前两场下雪，这是另一片被雪覆盖的杂草，在这学习，在宿舍楼底下，我记得是。这是刚才那个半圆形的宿舍楼的另一面。这些是学校池塘边上的草丛。就是在学校到处瞎溜达的时候拍的，雪特别大，整个一面墙显得都是满是白点。这张很有意思，就是在宿舍后边的操场想去拍一张，结果感觉没什么好拍的，就坐在地上给自己拍了一张。这是我的脚。这张也是竖着的，当时的雪是被吹的，然后这是它被吹走的分界线。去往学校的路上，去往学校超市的路上，总会经过一家人家，他家养了好多小鸟，然后还做一些手工艺品。然后这是他家的橱窗，橱窗摆了好多乱七八糟的摇头娃娃。啊，这个是在地铁上拍的，看起来室内的效果，这种固定快门的速度的固定光圈的相机拍室内还是不行。这是那天去一个古董市场，结果那古董市场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反而在路上拍了不少照片。这是伦敦的一个火车站，这个分辨率不大好，我站在这里等这个地方过人，拍出一种这是一个框中间一个人的感觉，结果等半天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一来一群。这是我回来的时候路过一个小镜子，这个镜子我就想拍一个自拍，我以为拍不到我自己的脸呢，我也就到这儿，我也
但是整个都拍了，哎，这个上还比较惊，有惊喜的感觉。就是马上要坐地铁回去的时候，路过福尔摩斯博物馆，这张还不错。本来想拍它一辆车都没有的，结果拍的时候正好过一辆车，感觉效果反而还不错。其实湖上都结冰了，一群人在这喂鸭子喂鹅，冻得哆哆嗦嗦的。这应该是到最后了，然后胶片用完了，所以这一片全白了。感觉这一次很有质感，如果亮度理想的话，是可以得到反差很明显很清晰的照片。就总的来说呢，这种一次性相机就很好玩吧，而且是最便宜的，能接触到胶片的最便宜的方式，就买一个几十块钱，冲洗出来再几十块钱。它的这个闪光灯是你是没法控制的，所以用来街拍的话还是不怎么合适的。具体的画面呈现效果的话，特别像上个世纪拍出来的照片，就如果画面里没有一些现代的东西的话，就感觉这是一张老照片，建筑也很老旧，然后车型也很复古，总感觉几十年前伦敦就是这个样子。